個馬爹泰國風味的杯麵回來，那我請了我的好拍檔來幫我來一個小小的比評。你給筷子我先看不看有些冬陰功的酸辣味咯，試一下先。哇，這個很酸，好酸完之後有些辣，嗯，哇，搶頭啊，試一下這個湯。有湯有湯。正，這個真的酸的。行。這個沒什麼冬陰功香味，試一下。很淡咯。湯一般咯，個面嘅質感咯，普通普通嗰啲面。試下呢個淡咩？呢個哇，呢個完全唔係冬陰功嚟喎，呢個普通海鮮杯面嚟嘅啫喎。真係竟然，呢個仲唔掂，完全冇冬陰功味喎。所有嘢都係唔係等於一個冬陰功嘅面。啊，好。點止冬陰功啫？咁我就帶咗兩款咧，好似特別少少嘅味，等埋你一齊試嘅。好，我試邊個先啊？我試呢個。我試呢個先。哇！即係每睇以為清湯，但係原來係辣同埋都係酸嘅，但係就唔係冬陰功嗰只酸咯。嗯。開胃呢個。哇！係辣唔辣啊？睇唔出喎，佢個湯。呢個係酸辣。佢幾清喎，但係佢個湯。是真的真的唱那隻辣椒，是啊，到你了，試一下。我試一下這個青檸豬肉，聞落是沒有任何青檸的味道，先喝了湯先。我好難扮啊。好，接著讓我試一下青檸豬肉味先，那就沒什麼青檸味了。哇，好清新啊！對，清新的喎，只可以用清新來形容，沒有檸檬的酸味。